我们来到梦时代的建筑乐园，走吧。好高级哦，这个煮饭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没有。这边还有很多调味料哎。变装都变脸了哦！哎呦，帅吗？不帅，不帅。你要选哪一台？好，骑上去吧。哦，怎么突然骑那么快？哇，这一台不可以了。有了，该加油了，加油站到了，好，走吧，加完油可以上路了 ，Go。
有什么、啊、洞洞哦？哇，这我爬过去吗？旋转门吗？发现秘密基地，帮我转一下。好啊，旋转，咻！好可怕哦！我也要走吗？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好痒哦！哎呦！哎呦！我呦！继续出发！你以为你在演动作片吗？去吧！很难走了，我下来了，然后又回到了，然后又冲上。悠悠，里面有什么？就也是关卡，也是关卡。小小障碍物，我闪，抱胸，我帮你抱胸，抱胸哦，好，你要抱胸啊，要120，我已经120，哎，对，你可以过去了，小 baby 区啊，有换尿布的地方，还有他的小座椅。我以前都玩这个。对啊，你小时候都玩这个，玩小车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去看下一个区。夹子来喽！不要夹我！我夹了，看你的头夹不夹起来，不然以后让我夹一下。就是夹不起。哇，好可爱哟！啊，借你。这个沙沙都不走了都不会痛哈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是夹不起来。这是。这夹不起来。这是小石头吧？多一点才好，多一点才好。好了，没有成功吗？有互动区，你可以去弄那个，这个是怎么用？
哦，有球。今天好玩吗？好玩，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哦，大家拜拜哦，拜。订阅喜欢。